里面进档茶馆，将首次采用 8K 技术录制，通过高清实时直播的方式完整向全网观众呈现。当前我国江南和华南部分地区开始新一轮强降雨过程，持续降雨导致江河底水偏高，致灾风险加大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。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接着表示，将继续维持防汛。